看不到你啊，我还没看到你跳下来啊，不是，我说直我还播等你哦，我看到你，我看到你 Fully Dragon。嗨，哦，哎，这个鸟是可以干嘛？说 谈你话点可以它，吗？它会给你跟你讲话，讲给鸟你我，念。我不是杜立德哎，哇，你把他打死哦。没有啊。哦，久违的勇士。这块石碑是指南石，奥丁把这些魔石洒落在了这片土地上，作为指南石指引着召唤被遗忘者的祭坛的前路啊！如果靠近观察这块指南石，会显示召唤赤血灵鹿的位置。你的第一个任务，它是一头无敌的神兽，在尝试击败它之前，必须正式的装备好自己。没错啊，我们啊。对，像这样捡树枝，这到底是几年前的游戏啊？啊，要怎么捡？这二月初的游戏，2月出的游戏，然后长这对样，的，怎么？你要先捡地板上的东西，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很矮的树，像这种，你就可以打它。花打多久啊？啊，这不会不啊，合常理啊！你打什么东西啊？我变耶稣啊，嘞！因为那个这上面不是写太硬了吗？哎，我变耶就稣代嘞！表你打不掉啊，我变耶稣哎！它上面写太硬了，就代表你打不动啊。那个你现在打了，它也不会爆，它是零伤害。你打这个是零伤害，你要打这种。小树哦，对吧？对，小这树，样才比因为较我合们现逻在还辑。没有那个斧头。哦，我变耶稣了，活，哎，新物品，哎，我什么都没看到，算了。三，这是什么？三毛什么？这什么字啊？啊，我真的不会读简体字哎、欸。三画木毛，的画，哦哦，画木哦，嗯，对嘛，画木。那你要捡一下地板上的石头，诶，这没错，是石头还是？哎呀，怎么石这？头哎啊，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奇异精吗？是，嘿，哦，算了好算了瑰算了，宝吧。拜拜拜拜拜拜。哦，斧头就是厉害，你拿拿到五了个树木脂。材，四个石头，可以做一把石斧。对，一开始需要这要种怎么东做西。打开你的 tab，右？Tab。边就是你的合成表了。哦，可他现在只有写棍子跟火把，所以我要先做棍子。有斧头啊，没有你斧先做头啊，斧头吧。没有斧头啊。石斧哎。我现在只有棍子跟火把，怎么可能？因为我没有你是石不是还头没捡到石头？有啊，我帮你捡了一些。够了，够了，够了。制服制作，制没作错中啊，我看一下，OK，这只有鸟了，在讲什么。有了有了，我有石斧，石斧了，这个大树可以砍吗？哦，这不是树哦，我念，没有，那是石碑。哦。生之罪，林中王，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臣服在他脚下。他曾经繁荣的土地肆意生长，鲜血是他的红酒，血肉是他的美食。妈，中二什么东西呀、啊？傻啦！哇，这个人跳，哇，好开心啊！这个人，喂，他那，好开心啊！旁边就是水啊，那很棒。我这师傅可以砍大树啊，而且他超可屌以欸，他单手砍欸，的，哇，他单手但是砍。那个还是不哎、欸，先跟你说，被树砸到会痛哦。好，可以打那个鹿哦，这根本就是麦块嘛。不是啊，好痛。这个树可以捡吗？还是这不树行，干？你要再把它打碎，啊！它变木材。哇，这也太逼真了吧！没错，我还以为它就会变成木头掉在地上。你是说扛在自己身上啊？Where are you？我在杀洗衣精。这地图怎么看不到人呢、啊？看不到队友。你按一下 M，M。然后那个右下角对其他玩家可见按一下，拍一下。哦，哇，你走那么远呢、啊，我天哪！有了吗？这里有猪哎。啊啊，为什么我现在很湿啊？因为你刚泡到水里了，
那要怎么办？那怎么让它变干的？等一下就干了，或者是用萤火，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哦，嗯，它还会累耶？对啊，会累啊，累就不能有体力，累就不能砍哦。嗯，哇哦，真牛逼，牛逼牛逼，真牛逼！哎呀，没有，所以现在、欸、这我们的出生点很好哎。啊，所以现在就是疯狂收集东西就对了。啊，地上的石头啊、木头啊都可以捡起来。石头也是用砍的吗？还是？当然不是啊，石头中捡的、啊。捡？那我怎么？我们现在没有稿子，哦、稿子是之后打败第一个 boss 才会有。啊、大石头不能捡啊，小石头才能捡。大石头不行，大石头要之后有稿子。为什么？为什么像井之类的东西，还是茅坑？井？是一个小房子。一个破哦，一个小房子，那个是地图上随机出现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暂时的避难所吧。嗯，我可以拆欸。嗯，可以拆掉欸。别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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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拆。别啊，别啊。好吧，它好像也没啥屁用啊。它地板都空了。放个这个、啊，但它可以。这是该不会是工具台吧、啊？对，工作台。哦，为什么没错、啊。为什么哪里都有那只鸟啊？你可以听它讲话。而且那只鸟好像是机械鸟、欸。啊？为什么？因为它的眼睛是会发光的。没有，我们的眼睛也会发光，你知道吗？哦，欸、不要怀疑，对，我们的眼睛也会发光。原来我们的眼睛也会发光。你仔细看一下你的眼睛。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嗯，你可以过来这做一个基础的武器，就那个棒子、棍子、棍子、木剑。哪来木剑啊？木剑我没有弓哦，我没开始没有弓，我没有棍，我没有棍子可以抓。你怎么可能没有棍子啊？你有木头吗？身上？以修复腰带。那什么东西？那就是那一格，就是给你修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坏，哎、欸，应该说会坏，但不会爆掉。就是你只要拿回工作台就可以修满、哦哦，而且不用耗材料。要修多久？什么修多久？你按一下它就好了。那就好了。那、啊、它直接点那个修复物品就好了。啊，它怎么又？哦，那是它的动作、哦，我还以为还在修、欸。对对对对。你啊、哦，你说那个声音啊？有要棍子哦，棍子可以做。嗯。对 ，OK， 制作棍子，一开始打，就是用棍子打。Level up，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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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打，哎、欸，来传球，嘿，轰不亮，哎呦，你打我屁屁！好，那现在就看一下吧，砍个树之类的吧。河边啊，基本上河边的东西会比较多，有了就好啊。你可以捡一下，像这地板的小石头都可以捡那个。哦。雕盖，树干捡起来。哎、欸，这是什么果实、欸？哎，覆盆子、嗯。莓果，莓果可以吃。可以吃，吃了会增加你的体力跟血量，还会回复吧？我觉得啊，怎么吃？右键点它、哦，或者是放在工具栏上点那一栏。哦，他说你不能再，他说你不能再吃。对对对，为什么？一针吃一个？因为它一次能保有三种效果，就是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叉子左边是不是有你刚吃的食物？对，那个一个食物只会，哎、欸，应该说。你一次只能享受三种食物的效果。嗯，哦，然后那个左下角那个很像，那很奇怪那个符号是什么？那就血量啊。啊，我现在血量只有25滴、啊。对对，一开始都那么低啊。对对。不是啊，可以稍微探一下东西。啊，这说好的修复东西，它怎么没修复完？啊，什么意思？我刚按了修复啊，但是他没修复哎、欸，我、哦、还是要把东西拖上去修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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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自动把你有坏掉的东西显示在上面，你只要左键点它一下，它就修好那一格。你怎么又在这里啊？你怎么哪里都会出现啊？
东西？那只鸟啊。哦，对啊，它是你的向导，你要好好听它讲话。我的斧头又没了，我要再做一根吗？嗯，斧头没了，你斧头坏了，啊、你回去修啊。哦，好吧，那我要跑回去。嘿，百米马拉松。火箭点它一下就可以了。预备，跑。这路不能用打的，这路我们要有弓才打得到它，或者是矛啦，矛看可以用丢。我这火还蛮看不会做，这火意外的亮哎、欸，对吧、啊？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以修复十伏。哎呦，好了，哎，有人在打我，有人在打我，嘿，嘿，啊，我、哦、刚荡了一下。吓死我！只是有点暗，他的晚上真的有点暗。他的那个、嗯，他的床要怎么做？他的床哦，你要先自己做一个工具水，嗯，然后工具水就可以做所有东西。工具水哦，自己看是类似 raft 的那种吗？欸，有点像，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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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按工具水，家具之后里面就有床了啊，嗯。这里面怎么感觉有点小？我们是不是只能睡外面啊？它是木质楼梯，然后嘞，哎，就这样，什么都不能盖。我看看，好吧，我们好像只能睡外面呢。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缺木材。烹饪台啊！哇，老伟，哪里有烹饪台？需要做烹饪台吗？没食物啊。还有什么？这什么？你说萤火吗？不是，不是烹饪台，有一个烹饪台。哪里有烹饪台？后面吗？不是家具有、哦。工具锤不是可以按？工具锤点右键 啊，不是可以按？嗯，对。工具锤点右键，然后有一个工艺合成啊，中间不是就有一个烹饪台？工艺合成中间。哦，烹饪台，烹饪台是之后。之后可以加在这萤火上，但现在还没有木头，所以赶紧砍。这只臭鸟要干嘛？木头，我木头42个哎、欸。啊，太多了吧？你给我一些，给怎么给？给你看。怎么给？怎么给？丢出来，直接拉出来就好。哦，直接拉出来，跟麦块一样。我、嗯哦、还要再点一下哎、欸。那该怎么说呢？你看一下，我拿出我的工具水嘛，我在那边点右键，然后就可以选的哪一个。然后我们先做个床吧，我们赶快睡。哇，还可以一边拿着斧头一边，哦，对对对，他有双手，哈哈，他有双。烹饪台我可以先放在这上面，烹饪台只能放在萤火上，不然没有效果，因为一定要火。啊，可以先睡。哪里有床？床铺需要屋顶，哎呀，好烦啊！哪里有床？就下面了，你等我一下哦。这叫床？嗯，也太寒酸了吧！啊，为什么我的床被那只鸟占走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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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哎呦，好烫好烫，白痴！对，它会烧起来。等一下，好烫。我烧到屁股了，我天哪！他说你觉得冷，所以我、嗯、我要待在你要在萤火旁边，但不要烧到、哦。啊，可以烹饪覆盆子啊！不行不行不行！哎呦，可以插的火把吗？有。哇，你现在在建筑大人吗？这只鸟可以走开吗？怎么？不知道他怎么悬空在半空中啊？悬浮在半空中啊、欸，兄弟，随便啊，能睡多好，能睡就好。你可以先进来。嘿，那我不客气了。复活点已设置。哎、欸，哦，哇哇哇，他还会有睡觉姿势哎、欸，哇，很帅、啊。你可能会做梦哦，你可能会做梦。我梦到一棵参天大树的黑夜向你走来，它一半已经被火烧了，另一半，这什么东西啦？我还以为会看到哎、欸，做梦啊！我还以为会看到之类的，结果都是一个字而已。嗯，那我看看我可以做什么来。所以现在要干嘛？嗯，
修个东西，哎、欸、嘿，我做吧，毛。那我现在再看吃下一下够不够，吃一下我的覆盆子。碎石毛需要十个碎石，两个皮够够够够，所以说，走，我们去河边捡石头。这个吗？等等等，不要动不要动，潜行，按 shift。按 shift。这样就不会下到路。按着 shift 啊。还是按按一下，我没有潜行模式、啊，扛错吧，神经病哦、喔，是吗？哦，对，扛错。想说哪里有哪给我去 shift 是shift 是潜行的、啊，有啊，没快。呜呼，呜呼，来来来来，花了钱，你想要这把毛吗？帅啊！啊，想要这把毛吗？自己剪啊！不，还我！丢出去！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有三个碎石，所以你要来河边看那个圆圆长长的石头。哇，这个雾，它这个雾做的有点厉害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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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雾一点都不厉害。你之后多玩几天你就知道了。我看一下有没有，这有鱼之类的吗？有，但我们现在应该抓不太了。哇，这抖洞也抖得太陡了吧？有没有啊？哎哎，好像还没长出来，跳不起来。那种白色的石头，三个，那我本来就捡一个嘞。那就对了，这里这种看到没有？这种就把它捡起来。哦哦，这长得不像石头，长得像曼陀珠。可以多捡一点这种东西，捡到十个，你就可以，你里面，那像你就可以做一把毛了。薄荷口味的曼陀珠，也沿着河边这样走。哦，所以它就是类似鹅卵石那种东西。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这里有一个，了解。而已爬不上去。这里有一个，你知道不是用第一人称玩游戏，真的有时候能看到东西真的有限。你的滚轮可以移动视角，这边有一颗。哦，那么近啊！那你都是调多少？这里，我调中间啊，中间值啊。哎哎，丢到我身上。哦，拍谁？哎，中间还有一颗，看到了。哇，很多颗，很多颗。很多颗哦，我看到啊，超多颗，这边超多颗。你身上几颗了？我看一下，12颗了，可以做了。12颗，好，那跟我来一下。哎、欸，等等，我看到什么？这个猪很重要哦，这猪身上会掉那个。皮碎片，没错。哇，它有流血，哇，这前期的东西几乎都是需要皮碎片。哇，跳也跳太远了吧？他跳远高手哎。没有，你现在跳应该才几级而已。他跳比 GTA 好看多了。他跳100人超级高的。还有，你看这个，跟我来。这个有没有蜥蜴精啊？就是他，啊，就是、他不会主动攻击你啊？他会。哎、欸、啊，怎么错一下就死了？你是不是拿到尾巴了？对，哎、欸，他这是前期很好吃的肉。喂，哇，木棒好有用啊！但不一定会掉就是所以我就可以去烹饪。对对对，你又可以去烤啊！记得哦，它烤了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熟了它会焦掉一下，然后再来就对它就会焦掉。那我先去烤烤看好了，忍不住吃我的新鲜尾巴了。哦，了解，蜥蜴尾巴两个，然后嘞、然后要怎么放？你就等它。放了，嗯，
那就等他吧。他不会有显示说熟了，他只会噗嗤哦。对，他只会噗嗤一下。然后你要不要自己做做看那个碎石矛？里面的工作台啊。对对对对对，我把两个皮碎片给你。哎，噗嗤了，噗嗤了，噗嗤了。我帮你拿。哦，原来就是这样啊，噗嗤了。皮碎片哪里有皮碎片？我丢在外面给你了吧。哦，我这个床真的挡路。那没办法，一开始没有那个。那你可以进来做了，应该可以吧？我看一下毛要多少啊？说皮碎片在哪里？毛还要五个木材，我给你了，我丢在你身上了，你身上应该有。哎、看起来很像布、啊。这食物要怎么拿？一呀、啊，都是按一。你看，没有空间。哪里来没有空间？为什么没有空间？没有，那是我放那个。他写说我没有空间，我没拿到食物哎。嗯，因为我拿走了。没有啊，他我刚刚拿起来，拿走了。他写说没有空间。我拿走了没？哦，那我要吃啊。好好，你先做，做完我给你哦。好好好我先来烹饪一下。好好好好。哦，这是床。哦哦，这个床。我之后盖一个舒服一点的家。哎、欸，你说碎石矛？碎石矛，这狩猎很好用。哦，木材不够，我去砍一下树。Just go， 我这里有、啊，我给你。OK。啊，干啥啊？还有那个肉。还有碎石刀哎、欸，刀我觉得不好用。好嘞，看你呢，看你呢。哦，我有碎石矛了。嘿，给你给你肉在上面。感谢啊，我要被教了、啊。你可以多吃吃看。哦，吃肉跟腿不一样啊、哦。对，不一样，一个是一般的肉，一个是蜥蜴尾巴。肉比蜥蜴尾巴好那么一点点。哦，血变很多哎、欸。嗯，皮碎片不够哦。好。哦，它所以血很多，它就会慢慢去加、哦。嗯。那一般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死。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去里面一点的地方狩猎了。我不小心踩到了。哇！就看到一个白痴跳来跳去。哇，很烫欸，这个游戏很怎样？很烫，很烫。哇，欸，他吃完食物，他的体力会变多欸。对啊，我不就讲跳不上来啊？可以啊，只是没耐力不能跳。啊！等等等，我没有看我的血吗？你是啊？哎、欸，不是吧？哎、欸、哎！哦、欸！我、欸、操！这个都不是吧？我又从我们家醒来。等一下！不要被打死！真的、啊、等我、啊，我跑过去，应该不会太久啊。你在我的那个墓碑旁边。等一下，怎么了？你打不赢那个吗？我先帮你看着，没有，我的体力在好，我先集个体力再打他。哇，刚打太爽了，没有看自己血量。哇，好好笑、哦。哎呦，那是山猪还会跑哎、欸，嗯，还会冲过来，然后撞你一下，然后就跑。为什么插不到啊？长矛很痛，但判定范围很小。那我就用棒，我就用棒子啊。山猪、欸，有一只猪要跟我单挑。对嘛，棒子还是比较好。
棒子，对对，棒子敲竹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对对对。原来死掉会变这样墓碑，很像。对的啊。不是特别讨喜，对不对？我是觉得你刚刚怎么？呀，骷髅兵哎，骷髅他电击，他直接在那个里面哎。其实他不应该在这里面，你知道吗？应该卡 bug 吧？这也是青青草原，它其实是黑暗03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样砍不砍得到它，还是要毛。哎、欸，可以出不到，他出来了，没有，他出不来，还卡住了，但是他打得到我，嘿，怎么有时候就插得到他？哎、哦欸，你把他打出来了，哇、哦，好痛，他打我好痛，他很痛，等下让我回一下体力，嘿。等一下，我要插死他！不到他先掏去跟他单挑了、啊。插一下！白痴！可以啊，看到火把，我看到火把，我看到希望了。喂，兄弟，我回来了！我回来到我的墓了。走，我可以回去找我们一开始的地方。有了，我吃一点，好险我在背包里有藏了几块肉。酷，但那用皮碎片啊，我建议是等之后我们，看可不可以用鹿的。哎、欸，我记得鹿皮好像有，好像是皮的，应该比较好啊。我觉得前面不做也罢。你无法在。你有盾吗？圆盾。没有。没有的话，我给你。没有。因为你要近战嘛，你比较需要盾。给你啊，你就在手上按右键就是。OK。你把它放到手上。OK。然后你可以一次用两个、啊，你可以拿那个矛。或者是棒子，看你要用哪一个。嘿，对，然后你按右键，对，然后如果在敌人打你的一瞬间，你按右键的话，他会被硬直。然后你看我，我让你练习一下。我一攻击你就要挡。Okay. 每家都杀到你。啊，不然你按着，我看一下你挡不了。啊，好吧，你挡不了，好，没事。原来是人的挡不了啊！吃什么东西？原来如此。这食物怎么吸不起来？哦，有了。哦，终于断了，好。哦，带着两个这个，然后步数摇一。欸，衣服要记得穿起来哦。怎么穿？因为你死过，你按右键就会穿了。哦，很帅啊！没错啊。然后呢？八个木材。穿起来会比较舒服吗？会比较硬，比较弹。哦。我记得它有装甲子啊，好像也会防寒啊，一点点吧。我做点剑石，然后可以去打那个。啊，食物就在身上留一点点，然后其他都放家里。还是都带、我觉得带都带，各带三四个就 OK。哦，碎石不会做了，那就。羽毛本来就是黑色的吗？对，
我还以为真的是什么要解锁东西的。没有啊。OK。那你食物帮我留一些。帮你留一些。我等一下再给你就好，我先烤啊。好。食物碎石。好，没关系啊。走啊，够了够了够了。咱们去打灵鹿。跟我走啊。身上至少要带三种食物。这里好多植物。好了，准备好显卡爆炸了吗？好了。来哦，来哦，奇迹的时刻哦。哦哦，你加油。这样。我在旁边看。我现在很正常啊。真的吗？它不会很正吗？很正是没错，但是不会卡。好电好电！等一下，好电好电，等一下，他是雷神索尔吗？等一下，吸引他注意，我一直射。OK。哎呀，等一下，我旁边有灰宝宝还乱，隔挡。挡住了，错，挡，错，我有点 get 到了，就是先挡完了之后再戳，错，等我没力耶 ，OK 我撑得住，我撑得住，打我，碎，错，等先挡，攻击，戳。当戳我当他会先他会再用他的鹿角勾我戳然后用再挡然后戳然后挡休息正 OK 戳挡他直接把一棵树砍下来哎这路很危险挡正然后戳挡快成功了来喽最后几下攻击你怎么打到下面去戳最后几下 Nice来来来来来来，阿不就这，阿不就这，阿不就这，硬鹿角，走，什么都没有、啊。你看，要听他讲干货啊，我们把它放上去哟。成功了吗？对，哇，激活神力。是什么？听乌鸦。哦，你可以看他讲话啊。好嘞，那今天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一段落喽。那我们下一集可能下一集的目标是什么？黑暗灵山探险吧。黑暗灵山探险。好。那这一集就是我们新的系列的第一集啊。那。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还不了解的，那也请多多包涵。那没错。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订阅我、追踪我的影片通知。好，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鸡蛋赞，拜拜，拜拜。